日都會的，係每日都會，但係喂，不過我買衫，因為我唔係好信，本來因為咧藝人好忙噶嘛，買衫多。咁啊，講到呢個網上買衫以外，有冇試過網上，譬如可能用下日常會成用到嘅電話啊，其他嘅譬如可能電腦啊，高科技產品咁樣啦。我日日都基本上都用手提電話上網啦。基本上其實可以唔使出街得嘅，不過當然係唔會嘅。咁我就會喺電話度啊購物啊，專買咩睇嘢啊，同埋而家上 Facebook 啦。啊！我聽聞過係，因為周麗淇咧最近係沉迷呢個網上世界。係啊，我啱啱先學人玩 Facebook 咯，但係所以日日都玩到瞓覺都在玩 Facebook。其實咧，喂，今日我覺得 good 喎，因為咧Eric 喺度咧，大家都知咧，Eric 咧喺呢個電腦方面嘅高材生嚟噶嘛。Eric 講到呢個網上嘅呢個模式啦，平時你會花幾多時間上網呢？基本上我一有空檔就會上網，咁其實而家好開心，即係因為電話可以上網。以前就一定要揸住部 laptop 咯，咁而家去到邊度 anywhere anytime， 其實你都可以上到網咯。咁我係。